人民币的汇率啊，汇率是6.5128，下调185个点啊，6.5128。那么应该说，最近两个交易日中间呢，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啊，持续是贬值，而且幅度呢相对较大啊。这个，但是我们拉到一个相对中期的角度上面来看，基本上还是在6.5上下呢来进行一个波动。啊，未来会不会形成一个趋势呢？不妨咱们也是继续的观察。